这实体也可以画成别的颜色，这个这样从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，它这个颜色要往上印的，所以要画的时候要稍微躲开一点，让它印完了以后啊，不会印乱了，就是。这个纸是颜色，这个管的纸是颜色，有点粗，这个画上去有笔印儿。就是有笔印儿。如果为了画着没有笔印儿，下上边有点笔印儿没关系，底下如果为了它没有笔印儿呢，可以把纸翻过来。因为这个纸可以印过去，所以要可以翻过来画，翻过来上。调的颜色不够，颜色调的不够多。底下不要完全画的，还是留一点空白。这底下这个摩擦一擦，来，这样呢它显得稍微润一点。用赭石颜色把这个松树的枝啊，树枝随意的勾一下，写一会儿要生动活泼一点，所以不一定勾的，不要死勾，不要勾的完全。